姜涛寻日22岁生日，一班姜糖为咗佢将铜锣湾变成姜涛湾。佢今日凌晨就开 live 多谢姜糖，话自己一次过收翻晒之前20年未有收到嘅祝福，又话希望灭了姜灭嘅称呼。22岁啦，已经吓、过多几年咧，25、26岁吓，再俾人 IB 真系讲唔过去啦。虽然姜涛在直播入面全程戴住口罩，但完全遮掩不到倦容。他都坦言为了演唱会彩排好攰，更加自爆前几日排舞的时候突然间晕低。可能真的太眼瞓太攰，或者点样有啲wing，因为加上可能全日冇乜食嘢咧，咁样跟住就突然之间晕咗咁样，好白痴啊呢件事。所以我有食翻嘢嘅，咁啊希望大家就。就唔使担心嘅。近半年姜涛人气大升，引起唔少讨论，但系都因为咁令佢压力好大。佢直言最近情绪好差，成日发脾气，所以都想喺直播入面为曾经俾佢唔好情绪影响嘅人讲声唔好意思。可能前一排咧发生咗好多唔系我想发生嘅事情，包括梅窝嘅 fans 嘅事件啊。其实嗰件事都唔系我。唉，点讲呢？我喺嗰件事度咧，我知道有好多 fans 咧都唔开心，其实我都好难过，因为我都好唔舍。我听到有啲 fans 去话我嗰件事令佢好伤心啊，嗰件事令到佢好难过啊咁样，跟住就话以后都唔支持我啦咁样。的确睇到呢啲嘢会好难过。就我都安慰自己话，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只要你作品做好啲啦，就有 fans 会睇到噶啦。但系的确每一个支持我嘅人啊，每一个中意我嘅人，我都觉得好难得，因为我觉得自己都未即系何德何能令咁多人中意咧，系咪先？系啦，所以即系走一个支持我的 fans， 我都觉得好难过，讲真的，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去讲。他又提到之前有传媒报道好友离世的事，为好友的家人被打扰感到不好意思。他感伤话这件事令他更加能够理解 Anson Kong。即我觉得我开始在前一段时间我很理解 AK， 我觉得因为以前我都觉得自己相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，可能有时都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会突然之间不开心，但我发觉真的很多时候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到，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觉得哇，原来这件事真的 会影响到自己这么多，真的觉得很不应该这样，因为大家印象中的我其实都不应该会是这样，所以我都很努力地去成为大家心目中那个姜 B。 虽然提起好友难免感伤，但姜涛之后转话题话演唱会之后有个假期，希望可以乘机整理一下情绪休息一下，又话考虑紧放假的时候要医好友的旧患，亦或是系去学唱歌跳舞。不少 fans 即刻留言叫佢医脚，而姜涛最后更加呼吁传媒不要再影佢做运动，话自己做运动的时候太样衰。我都知道大家都不容易的，所以呢即我跑又要跟着我跑啊，咁样我明白的，咁但系我嗰个样咧，俾人哋即影到嘅话，我公司又闹我，咁我又唔方便同佢哋交代，所以唔好意思吓啊，同埋都拜托大家唔好再影我做运动嘅样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求下大家，太样衰啦，太肥啦，我都知道我会减肥啦。